今天这支视频呢是一支 project 的视频，我们做了我后面的这个 water fountain。 那因为墨尔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coronavirus stage 4的 lockdown 期间，我们在家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所以我就想要把我家有限的后花园然后稍微打造一下。我就在网上找了很多很多的 water fountain 的卖家，但是没有一个是就是符合我自己的心理的标准的。我们就看了很多 YouTube 关于做 fountain 的一些介绍，就做成了我现在这个 fountain。 那这个 fountain 我自己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，而且它的造价非常的便宜，落鱼盆是200澳币，然后加运费是230澳币左右。这些竹筒然后包括那个抽水泵加起来一共100澳币，所以整个 water fountain 的造价是350澳币。像这样一个 size 的 water fountain， 其实如果在澳洲墨尔本这边买的话，至少要600到700澳币，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至少是省了一半的价钱，而且我觉得 quality 要比外面买的那个还要好。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吧。然后这个fish bowl 它是没有孔的，因为你做 fountain 的话你的水不可能要流出去嘛，所以一定要买这种没有孔的。这个直径大概是70×70，其实我们还可以买再大一点，但是就是当时可能量的也不是非常的准确，就最后买了这个。 So you're gonna cut this piece of wood? I'm gonna trace it first. Okay.It's working!